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我这几天都沉迷在一个游戏当中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游戏。我就话不多说 ，Let's get 滚动大作战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我已经玩了很多次了，很简单，你只是这一颗球不断的滚，不断的滚，不断的滚，然后把自己越滚越大。当然有其他的玩家，你也可以把它滚爆，就会很爽，成为第一。你看这些其他都是玩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滚。哦，它这个是要从小的东西开始滚，消防队有没有？这些人都可以把它滚上去。那你觉得越来越大越大哦哦哦，变大了，我们差不多可以去找人滚了。向后向后，弄丢波波机，有没有 ？First blood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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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box out，box out，triple。好的，继续，还没结束呢，滚啊滚。现在有一个第一名叫做 April， 所以有 April 的地方我们就不要靠近，那我们去找。Berry 好了 ，Berry 我来了，我变第一名了 ，April 走着瞧啊，算了 ，April 这次就放你一马 ，April 卖照，我刚已经放过你一马了，现在来拿回我的荣耀，回部落，那我们再玩一场，绝地求生模式，成为最后一颗球 ，Go， 这个要成为最后一颗球的话，就是代表说你要很快的长大，这个游戏最爽的，只是在于说你把人家滚爆很爽，只是在于说。你只要每吃到一个东西，你手机就这样震一下，我不知道爽在哪，但是就是很爽。Go！哦，一堆车子哦。可是第一名有一个 Plovia， 我先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掉我可以抗衡之后，我再去把它碾压。我要越来越大喽，成长中。恐龙好酷哦，可以恐龙滚起来。这可以滚到海里啊？不行，可惜了。Berry， 你追不到我。他放弃了，我现在只差他100。有没有？哦，我变地名了。我剩下趁胜追击，我靠，飞鸟飞鸟真的。Oh my god， it's baby， don't tell me， 剩下的布袋都。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人，我现在只差他一点点。最后，我超过他，困在这混兽之斗。他长成金沙、出来啦，还是卡住了，变 Berry 地名了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我错了。给我过来。决战时刻，该不会要吃鸡了吧？两个球相撞，究竟是谁会赢呢？我认输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错了。吃掉这些，然后回头碾压他，差一点，回头碾压。最后一秒 ，yes， 这个游戏我觉得非常的好玩，而且它那个音乐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《百变恰吉》变凤凰。还有那个爆炸手套，其实除了这个滚动球游戏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黑洞大挑战。对，我用了一个很娘的爱心，这是我超多皮肤的，因为我最近都沉迷在这里。身为一个真男人，我们要选的皮肤当然就是彩虹啦。OK， 开始。我们现在玩的这个模式是争取第一，机关法就跟刚刚那个球球一样，但它也是很爽，它是把东西吃进去，那个画面感我觉得更十足。它有时候还要一个角度，比如说像这个吧。算了，这个吃不进去。就像这个，你看，你这样太用力，它就出不来。大家一个角度，算了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吃，没有垃圾桶，好可怜啊！我刚刚那个不是称王称霸吗？有。靠！我刚刚讲的要一个角度，就是有没有像这样，就你要一个角度让它进来，有没有？不然有时候它会这样，它会卡住。一个角度让它进来，就一个角度进不来，一个角度进来，有没有？一个角度逃跑，拜啦，长发公主。认真玩一场，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。他想让你们体会一下，那个吸尘器看起来很帅。不管我们现在玩球球，刚会输，一定是皮肤问题。我选一个真正是吞食界的王者的皮肤。好啦，就是这个啦。用爱可以包容一切。Go， 黄志远你好。为什么我要先给你自我介绍呢？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进到我的洞里。这是瞬间长大，就是我真正的实力啊，各位！这里超爽，咚，全部东西都在咚。一时候回过神来就毙了。这个游戏跟那个球比起来更爽。哇，高科技大赛都吃掉，该吃火箭筒啦！我觉得这个游戏每次玩都是第一名。上面这些人是不是电脑？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啊。其实到网络公看就知道了。卖照，后代卖照，哇！卖照，后代卖照，哇！哇！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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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砰！哇！飘过来呀！长大，长大，长大，长大！
不怕它飞行模式。如果开飞行，它们还动的话，就应该不是真的。它们还在动，我就想说不可能，我每次都拿第一，没有道理，因为我不是特别强。哇！嘿嘿嘿，欧西呢？第三名。对，那 OK， 这个游戏就是我好几天前一直在沉迷的游戏，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玩看，蛮疗愈的，会花你很多时间，一场两分钟，就算玩了之后，你很有可能再有第二个两分钟，第三个两分钟，然后接着你就有50个两分钟，亲身经历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按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